一流教育、多元文化、高度法治，以及发达的经济和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，让英国成为全球移民最向往的国家之一。根据英国12月发布的最新移民报告显示，在截至2023年9月的一年里，英国共发放了超过338万份签证，除开191万多份访客签证，签发的长期签证超过140万份。二，其中签发的学习签证含家属超过64万份，工作签证含家属超过58.5万份，家庭签证超过8万份。三，在截至2023年6月的一年中，进入英国的前三大非欧盟国籍移民分别来自印度、尼日利亚和中国。四，在截至2023年9月的一年里，英国共签发了112,444份永居签证，其中工作签证转永居签发了39,629份，是所有转永居类别中占比和增幅最大的。从上表的数据中可以看出，除了从工作签转永居的数量同比增长了32%以外，其他途径转永居的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。为什么大量国人通过工作签移民英国？工作签证以英国雇主担保移民为主，已成为移民英国及来英国永居的首要途径。英国雇主担保移民项目具备以下优势：一、办理快，3到5个月即可快速移居英国；二、成本低，100多万人民币即可一次性获得英国5年长期居留签证；三、条件少，无创业要求，无投资要求，无行业限制，移民类雅思4分，大专以上学历即可；四、含金量高，配偶和18岁以下子女可随行，配偶可自由工作、生活、经商，子女可享英国顶级教育资源，公立教育免费。5年后可得永居，6年后可换护照。伴随项目火爆，政策将开始收紧。近几年，由于英国移民太火爆，移民激增数量相当庞大。为了有效控制净移民数量，英国政府在12月底宣布将出台5点计划，收紧移民。新政包括提高工签薪资门槛、审查 PSW 毕业生签证等。变证后的最新政策细节将在今年春季公布。内政部表示，此次变证将不具备追溯性，在政策生效之前进入通道的人不会受新政影响。如欲办理英国雇主担保移民，请提早做好规划安排，把握旧政末班车，轻松移民英国南永居。英国雇主担保移民申请条件：主申请人18周岁以上，可携带配偶和18周岁以下子女，无犯罪记录，无肺结核，足够的生活保证金1270镑，雅思 7B 听说读写单项40分，移民类雅思4分， PTE 43分，英语国家本科以上学位免考。项目优势：顶级大国医疗教育福利，登陆第一天即可享受陪读签证首选替代方案，陪伴子女成长，直接报考英美顶尖高校不受限，较短大国居留时间，5年可转绿卡，灵活维持绿卡方式，2年仅需登陆一次，高性价比，配偶可自由在英国工作、教育、工作身份3不误，低入职门槛，基础英语水平要求，工作种类选择面广。